各位伯伯阿姨在防疫的过程中一定要特别小心，好吧？因为疫情跟其他的不一样，因为你只要染上了，不但你自己受害，我一定要连累到别人啊，所以这一点各位伯伯阿姨都要体谅啊，因为这个防疫的作为是保护各位的健康，好不好？在最后还是祝各位双喜伯伯阿姨生日快乐，两位阿姨新年快乐。再到别的团队去给他们祝寿，好不好？长命百百岁啊！身体最重要，健康要快乐啊！防疫还是要啊！不好意思，哦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新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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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，对，新年快乐。